Mogeco Tester 异端的 Mogeco 参上。哦，你讲 ，Where are you？ You are no go home for every day。担心怎么讲？好担心，难道是被卷入什么事件中吗？啊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哦，你讲，你讲，你讲，哦，你讲。哎呦，他不让我讲话，我的好像因为花粉症死掉也太严重了吧？你这个花粉症也太严重了吧？对啊，沉浸于色情的妄想中，我还以为他生病了，白痴。明天去死吧，看着清晨阳光吃的生火腿，真的好爱生火腿。对啊，他真的是胸控，典型的胸控。生火腿好吃，要夺得他的生火腿吗？是，得到了生火腿。你干嘛还给我？然后就开始哭了啊！真的，我觉得他哭的时候好可爱啊。地下，哎呦，被杀了，喃喃自语，应该是他杀的。我没打算要杀他，是他叫，是他吧 ？OK， 真的傻子，所以在这理由也太……烂了吧！这里有真的超烂，真的不是普通的烂。我每天晚上都会做个噩梦，哇，我心情就会被骂。我在想，我今天就开一部分，然后剩下的明天再开。今天先玩一半好了，先玩玩到第四层好了。喜欢童话故事吗？还好啦。宇宙到底是什么？这本书是什么？获得一本一点厚的书，什么什么异端狩猎。Oh my Mogeco 是统一的存在。所有的 Mogeco 从结束到开始全部都统一了，他所有意识都是跟我同的。但近年有不明的原因，异端的问题开始出现。异端跟我们 Mogeco 思考方式完全不同，是体能般的存在。这异端可能会威胁我们 Mogeco 王国的危险存在，必须快点解决它。另外，异端的身体是非常出色的个体，你来看什么能应付？谁啊？惨了，我刚刚没出水。那什么声音啊？不，这回不会再让你逃掉的哦！又来，已经不行了 ，OK， 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，OK， 游戏结束了，上吧，小的们，给我抓住他！等等。什么？要做什么啊？稍微忍耐一下哦。把该把它运到哪里去呢？把它关在这层的牢房里去就行了。可是现在那个家伙在那里啊？反正那些家伙站着脚也动不了啦，明白啦。接下来走完呢，把卸甲关起来后，我们开会讨论吧。OK OK。有够变态，真的是太变态了。我之后想要玩新版的，好痛！哎，喂，这里是哪里？放我出去啊！喂，你这还真少，你有现在几点了？啥？这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这右边太可爱，左边太恶了吧！这个超恶的啊！哎，把我睡觉的人就是你吗？是谁？你猜是谁吧？哎啊，我叫苍井空啊，不是苍井系列啊哈。那么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我被魔鬼口门抓起来了啊哈。
是那个，你也是某 K 考对吧？是也不是啊？到底是还是不是啊？看，哎，我是一转折，和他们有些不一样。看起来你是人类，为什么到这种地方来呢？那个，哦，真是可怜哦。他应该说他来了不能回去，这样。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对了，你们刚才要说把我关到其他房间的，却要把我跟伊端，我可以关在同一个牢房里的，就这样称呼吧。那无所谓啊，名称什么的不需要了。应该就是他们太笨了，所以搞错牢房了。这也能搞错？没办法，谁让他们是某 K 口，明明自己也是某 K 口。小姐，我就不多说，你还是赶快从这里逃出去比较好。能逃的话，我早就逃了。一的话，有点奇怪的某 K 口先生说回去的话要到顶层。据说，也没说错啦。我要走的话，确实能回到你所希望的世界。哎，是真的吗？什么？难道你不相信有点奇怪的某 K 口说的话吗？我还以为被他骗了啊，也不怪你，那家伙和那家伙们一样都是某 K 口啊。那加油吧，所以首先我在脚镣身体不能动，明天就是死刑了呢。哎，我好像有钥匙对不对？对，死刑，死刑哟。哎，因为我是异端者，所以没办法嘛。最应该快逃了，认识你吧。啊，已经很努力了，抵抗过了嘛，无所谓嘛。再说脚镣也拿不掉嘛。脚镣，如果是这个钥匙的话，这钥匙不知道能不能用。你，哎，怎么了？你在什么地方拿到了？哎，是生活团妖精给我的，是吧？是那家伙啊，哈哈哈哈。这个借我一下。好了，脚镣拿掉了。好了，还给你啊，脚镣拿掉了。Thank you 呢，多亏了你，我才能拿到脚镣啦。他死刑却笑得超开心，反正我也很闲，就帮帮你吧。哎，你的逃出计划，一旦某个狗成为了同伴，死刑却笑成这样，对啊，不科学啊。得到了同伙，对，就是这把钥匙。在这个城堡，任何地方都能使用，除了一小部分。我可以考城堡的门锁几乎都是一样的。安全防范意识好低啊！这样的话根本没有钥匙的存在意义吧？虽然这么说，对我说也没用啊。谁叫那些家伙是某个口，对不对？他三十等，嚯，三十等好强，我才九等。他不是成为同伴吗？怎么还在这？好吧，算了。很闲，被死刑前算很闲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只是喜欢生活者就被关，也太严重了。算了，不管那么多啦。看起来就太饥渴了。哇，这家伙比平时的情绪还要高昂啊！又有声音呐喊，他已经完全无感。放心啊，他们都关在里面，出不来的。大概，大概，走吧。以防万一，我还是走这边。打开牢房的开关，按下去肯定会需要按吗？哇，好，先存个档，再按看看。凡事都要尝试。刚有那么多吗？
啊，怎么办？呀！发生什么事？啊？难道被吃掉吗？几百只疯狂魔龟口用牙齿使劲咬着细叶柔软的肉吃了下去。Oh my god！难怪我以为他会对他们怎样的。呱唧晚安哦。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啊？怎么还没死啊？也太久了吧！这么多人吃一个女的是要吃多久？一边看黑羽时光一边喝奶茶，还不错啦。休闲雅致，贝登顶食肉派对，哦，又是其中一个 ending。好，不爱。啊啊啊啊！我突然想要把这款游戏直接玩完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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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哦，哎，这个魔龟狗少一只耳朵，我现在才发现。这边，等一下，我要帮他想一个好配音。这边。去哪里？要去上层的话，稍微有点麻烦啦、有楼梯的楼层其实只有一楼和二楼。啊，说起来，上楼的时候也是靠梯子爬上来，而不是楼梯。为什么不照顾楼梯呢？啊，因为他们太饿了，太饿货。可能没想到这种事情吧，太无言了。哎呦，都是血，老灰哟！哎呦，要求，真是的，这船都是这么令人不舒服啊！啊，虽然恶心，但是没有危险，都凭鼻子前进吧。他怎么都会比我先到啊？为什么他要出现在那里？这不科学啊！我来跟他讲一下话好了。还有摩克口也是哦，原来会持续膨胀。飞原安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过去好久没来这里了、那个时候我还只是只普通摩克口，我只会一段前期，下次再告诉你。是谁？太神了，这只摩克口。会不会有机会一次看到两只它，就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的？已经晕头转向了吗？放心吧，这里只有一条路，所以不会迷路的。我也喜欢生火腿，他们到底是多爱生火腿啊？这游戏就生火腿，生火腿，生火腿，然后，好，饼干，拜拜。然后生火腿完就是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强奸，强奸，强奸！这游戏根本只有生火腿和强奸呢、真的是太无言了。累了吗？马上就快到了。累了吗？啊，总算到了！为什么这里这么大呢？前面有我的熟人，算这么说也就这么开口吧。也对，那么走吧。还有某开口，对，还有某开口，来了，哎，来了吗？啊，好久不见，血之精灵！难道你还活着啊？不，我本来是要死啊，不过这个家伙救了我。啊，哈，原来如此啊！也就是说你们要去楼上对吧？啊，是的。
果然啊，小心一点啊，在那边有那个菜。我知道。哦呦，这是我的尸魔，这家伙可以把你们传送到上面去。啊，多谢了，少女啊。啊，是是。愿你平安，上帝保佑你。其实机灵有点 gay。好，上楼，要去楼上吗？是。这游戏其实不难，还好没有解谜，主要是剧情还不错。啊。哦，吸液好慢啊。要抱抱的图，好，我等一下再看。应该是没有绕路直接回家的。喂，妈妈，喂，妈，西叶他还没有回来吗？是吗？但是没关系，因为他绝对会回到我身边的，绝对。